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星空变大声，人在思念，今宵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英雄，阿边着行，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咱这个电话由小董树林定清的电话台北控制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阿宏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呐。这个十七日，哈，这个。今日，今日已经十四啊嘛吼，十五、十六、十七，吼、哦，应该是拜六吧。今日拜三吼、哦。那么林全辉十七日，林全辉，朱立伦伊就讲，伊讲吼救亡度存的这个时刻，来咱来加看内容。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日伫个再度对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条造成委屈，那么来致歉。那么根据伊伫个讲，十七日召开林全会是国民党救亡度存的这个时刻，绝对袂使争权力，吼哦，绝对唔是争权力。求好处的这个时候，朱立伦伊伫个讲，对手在党内哦，对手不在党内，希望讲大家团结一致，和台湾有另外一个选择。朱立伦今日下晡在中常会，那么发表
谈话。谈话前，伊先向大家啊来鞠躬。伊伫个讲，这是一个咱不得不做的这个决定的这个时刻，嘛是咱不得不做的这个决定。身为党主席，一定爱为做出这个决定，向所有党员同志表示歉意。伊努力无够，交通无够。那么阿洪进前有讲，毋是你朱立伦努力无够，是你进前。那么恁国民党伫个提名的时阵，那么你，包括王金平，包括吴敦义者，根本都无去领票。恁讲恁无爱选，对毋对啦？啊，所以就是安尼，恁就是白板，就是一只，白板就是一只。那么了后，才发觉讲，本来恁嘛是认为讲，啊，既然甲安尼，吼，这个以这个程序啊，党会来产生，吼，这个提名的人啊，啊，就是啥人？啊，就是这个。红袖条啊，当时还佫这个什么人，我都袂记诶。吼，伊嘛是领票要选啊，结果发觉伊支持无够啊，因党内这个支持无够，所以伊宣布退出，对不对啦？那么当然，剩这个红袖条，就算讲。这合作什么？这合作什么？这个就动算啊，干那伊一个人尔，那是安尼。那么了后发觉讲红袖条面条无好啊，面条无好，所以说安尼啊，一直无法当振作，所以。有一挂啊，这个包括立法委员所提名的，那么就转呢，人民讲啊，这个红袖条无法度让鸡母带鸡仔囝，啊，所以有一挂声音就走出来，那么慢慢。当然啦，甲最近国民党发觉讲，哎，袂使，安尼落去绝对输的，绝对一定爱想办法，对不对？啊，所以孙阿娘朱立伦无多，只好党诶，直直点诶建议啊，直直点诶批评啊，吼，都种种诶。那么则秘书长则开始发动。这个临时全代会，哦，那么不是你朱立伦交通无够，哦，你的努力无够，那么对于造成红袖条的这个委屈困扰，表达到最高的这个歉意啊，当然啦，人准备多久啊，红的准备多久啊，对不对？啊！你啊看，你要去倒位啊？吼，是不是？啊！所以当然啦，人因全心全力啊。啊！你突然间的时阵，安尼啊发动，啊要甲换落来，当然倒一个嘛，唔愿啊，佮唔甘啊，吼，对不对啦？那么朱立伦就讲啊，距离2016年总统大选，剩无到100天，国民党选情。空前的这个低迷啦，唔管讲是基层民情反映，或者是民调的这个数据，拢甲咱讲必须要调整
步调重新出发。朱立伦伊伫咧讲啦，商会已经决定，就是中商会已经决定，17日要召开临时全代会。这是咱国民党救亡图存的这个时刻，但是绝对不是争权力、求好处的时候。朱立伦伊伫咧讲啦，这段时间伊深刻感受到大家的这个焦虑、无奈、啊个茫然啊，甚至的时阵有真侪党员伊的这个愤怒。作为党主席，伊袂用个看党走入历史，袂用个看到同志的这个败选，而无努力啊来奋起，吼、哦，大家。拢是一个心情啦，拢是爱党、爱台湾、爱中华民国。这是朱立伦那么所讲的，吼、哦。好嘞，结束。所以嘛，再讲哦，进前头一波国民党的事啊，安怎讲？算讲有民望的人，对不对？声算讲，这个呼声上界悬呢，大家拢无出来，对不对啦？啊，所以嘛在讲哦，因国民党就是安尼，我进前就批啊，妖怪假势力，安怎讲，就是无地位的所在，就是一只啦，对不对？那看安尼讲，安那无人爱出来好，啊，我就出来，是不是安尼？敢若过去，即个啥人？即个，搭向我要讲，即个啥物市长啊？环哎，迄个，即个啥物市长吼？我都袂记啊。所以当时，若是其中王金平也出来，也是讲朱立伦也出来，或者是讲的时阵，那尼啊。这个吴敦义拿出来，我看就袂变安尼。啊，就大家都是安尼，所以我定安尼讲，咧国民党诶无智慧。哈，人啊，民进党啊批评虾米吼，爱着惊着迄款安尼。你甲看，所以变甲安尼先来啊。因党诶危机就是拢安尼，无作为，是毋是安尼？要我都无讲啊，对毋对？你家己做党主席，你煞袂晓看。是不是啊？呢，2016年，倒一个出来有胜算，对不对？你就是爱安尼啊，但是唔是啊？大家都体点的迄款的呢，是不是啊？变哪唔的呢？啊，你甲想。所以国民党我定安尼讲，一败，就是拢无智慧，妖怪假势力，吼、哦，啊唔敢，啊，唔敢批评。对不对啦？你甲看人民进党，对不对？吼、哦，阮直直批，伊唔惊你死的，对不对？啊恁呢？拢处在害怕的这个地位的，对不对啦？好啦，到这结束。来，赶快阿红唱首啊歌，啊来结尾，吼、哦，来。甘平港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在我心内，也孤单也感慨，到底为啥代心情亲像茫茫的人海？不应该，不应该，为着咱心的梦。
人生的期待。啊，当兵当死人心，相信相信的所在。在我心内，也孤单也感慨，到底为啥代心情亲像茫茫的人海。不应该不应该为滴了人生的梦，人生的期待。啊，甘悲甘喜人心，相信相信的所在。人生的期待，啊，甘悲甘喜人生，相信相信的所在。